布勒对在全球压铸设备行业里的顶尖地位，我们信任布勒的技术和服务，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布勒设备。前面四套设备的运营成功，使我们对布勒有充分的信任，所以说我们后面的四套设备也采购了布勒的设备。在一体化压铸领域来说，现在在整车行业里面是一个前沿的技术，包括新能源市场来说，大家都在跟进。所以说一体化压铸的技术来说，因为在后面的运用场景来说越来越广，所以说在整个市场端的需求越来越大，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一体化压铸来说是充满信心，所以说我们后面又在扩大工厂生产规模。